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贤首品》第十二、第五大段，玉矿玄之分。我们看二舍比喻里面的第十一段啊，第十一个比喻有六首颂啊，天古说法语，我们还是从第一首念起。韬立天中有天谷，从天业报而生的支柱，天中放业时，空中自然出此音。一切五欲悉无常，如水居末性虚伪，诸有如梦如样也，亦如浮云水中月，放疑为怨为苦恼，非甘露道生死境。若有作住放疑心，若于死灭大鱼口。昨天学到这个地方，今天我们再看下面啊，第四首。世间所有众苦本，一切圣人皆厌患，无欲功德灭坏心，如因爱要真实法。这个是这个二三四是天古所说的内容。第四首呢，讲世间所有众苦本啊，一切众苦的根本，在这个地方呢，还是借归到五欲，财色名食睡呀。世间人不知道啊，这五样东西是一切苦的根本。我们要是细心去观察，去思维，才六道众生不能不要，但是如果是贪而无厌的，果报在地狱啊，决定比不上那些贫贱之人。贫贱之人如果一生安于贫贱啊，一般讲啊，认命了啊，没有福报，前世没修啊，他能守住本分，不造恶业，来生福报就现前了啊。若是往前面看呢，啊，往来生果报看呢，这一生大富大贵，比不上贫贱人，啊，因为他来生不堕三恶道，啊，富贵人造的恶业多啊，啊，不要说别的，就是财富，
你有那么多财富，你也用不完，可是控制在你手上。世间许许多多苦难人需要救度的，你无动于衷啊，这就是罪过啊，这是一般人不知道的啊。所以有真正有福报啊，一定要有智慧。我们在讲习里讲的很多啊，你拥有无欲啊，财神明是谁，你拥有是你过去生中修的福报这个福报怎么样想，怎么样去用，那是智慧啊。所以是有财富，有地位，有权势，是福。怎样去用它，那是智慧。啊，没有智慧呢，全都用错了。啊，以这些造无量无边的罪业，那将来这个苦报真的是不得了啊！啊，堕在地狱，什么时候能出得来？纵然你的后代啊好，啊，会给你做很多超度佛事，有没有用处呢？很难讲。自己如果没有觉悟，没有善根，不知道忏悔，只可以说后裔给你修的这些佛事啊，只可以说比不修好啊。对你来讲呢，这个功德呢非常有限，本来就有限啊。怎么说本来就有限呢？地藏经上讲的，别人替你修的功德了，你只能得到七分之一，七分之六是修功德的人他自己的啊。明白这个道理啊，才晓得这个地藏经上劝导我们的啊，你真的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了，事实真相搞清楚了，你要抓住机会修复，你自己修，切分分分自己的啊。我委托一个好朋友，我过世之后啊，你替我做好事，这个福报七分当中他得六分，你只得一分，那就可以说什么是你欠他的，你还他啊。这个道理要懂，所以你认识什么是福田，这是智慧。你在福田里种福啊，如果你要认识什么是功德，那是大智慧，那是处世智慧啊。现在我们总算把这桩事情搞清楚了，很难了 啊什么是世间智慧，什么是处世间智慧没有放下分别执着，
那就是世间智慧。放下分别执着，就叫除世间智慧。差别在此地。纵然像有一些高僧大德以四众的供养去修福去行善自己心底也很清净付出之后心无挂碍，告诉别人，个人因果，个人承担。他再不过问了。那我们又问他，问一问，他具有的是世间智慧还是出世间智慧？很难说。分别执着没有放下了，还是世间智慧，还是福德宾死的，不是功德。那么你就晓得这放下多重要放下从哪里放起啊？从五欲放起财色名食睡自己保留，只可以说保留现前需要的就够了。你尽量去布施有人说，那我布施完了，我不就没有了吗？这是一般世间人学佛之后，佛教给我们布施，不敢不但布施不敢，持戒也不敢。为什么呢？我持戒在这个社会上，那处处要吃亏不甘心不情愿，所以他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呢？对佛没有信心所以从前李老师给我讲信佛好不容易真正信佛，我现前所有的只有一钵饭。这从前出家人看到一个贫穷害饿的人出家人自己不吃，把这碗饭布施给他布施给他饿一天没想到自己能做得到而且常有之事何况这些身外的财物那么从因果上讲，越施越多我们学佛这56年的经验呢，是真的，不是假的可是怎么样呢？越多越施，你不施，麻烦就大了。佛在经上讲集财伤道你就害了道了道是要流通的，不能堵塞像水一样要流通的你不能把它堵住堵住什么？积血，这钱越积越多，积血。
要真正发心去流通。那么讲到布施，我们会看到先前这些现象，啊，看到这桩事情是个好事，以后发现的是别人设的圈套来骗你的，啊，这个事情，我们以从前我所亲眼见到的道安法师的例子，确确实实是有一些在家居士设了圈套，啊，组这个公司，啊，来好好的经营，啊，以这个得到的利润呢，来做弘法利生，做好事。老和尚好啊，啊，好，老和尚，我们现在资金不够，啊，请你老人家帮助。老和尚很慷慨。啊，于是这公司请老和尚做董事长，我知道他有好多个董事长的头衔，每一个董事长都要捐钱，啊，那么是不是像他所说的去做呢？老和尚没时间去调查，啊，老和尚这一点很难得，不怀疑。啊，纵然是发现了这个人欺骗的时候，他来要帮忙还是给他，这个难得了。我从他老和尚呢真正学到了这一点。啊，从前张家大师叫我修布施，我的顾虑还很多，看到道安法师之后一点顾虑都没有，这正确啊，那相信因果里面所说的，你命里都有的，丢不掉；命里面没有的，你保持不住，啊，会丢掉。啊，老和尚这样做，感动了很多人。骗他的，以为老和尚不知道，到后来一发现老和尚原来全知道，惭愧的心生出来了。啊，这个是用身教啊感化一个人呐。啊，那我们看了唐人传奇小说，看到杜子春的故事，太上老君感化人，啊，知道这个人不务正业，吃喝嫖赌，啊，败家子，啊，老君怎样？每一次他到困难的时候，家败完了，到外面讨饭了，哎，老君就现在他面前，啊，又给他一个机会。得到大量的黄金，哦，他又挥霍一阵，啊，三四年又花光了，啊，又变成乞丐了，啊，好像到第五次他回头了，他知道错误了，第五次再变现的黄金，他不动心了，跟着老君去学道，啊，老君学道要通过很多很多的考验，啊，真的一关一关的通过了，到最后一次看到他父母在地狱里面受那个残酷的刑罚，他看了不忍心，叫了一声爹娘，这个境界马上就没有了。老君先生
你这一关没通过，啊，你成不了仙，你还是到世间，回到世间去吧，啊，世间人总还是亲情没舍掉，啊，境界现前，你还是起心动念，这都是教训呐，啊，传给他，就是太上感应篇。叫太上感应篇从哪来的？就从这儿来的。啊，太上老君给他这一本感应篇，叫他好好在世间劝人行善，啊，相信因果。啊，所以这是苦本呐，谁知道啊？啊，觉悟的人知道。啊，觉悟的人才肯真正把这个舍掉。啊，没有觉悟的人，他凡夫啊，他做不到啊。啊，所以下面讲呢，一切圣人皆厌患。那这圣人知道，啊，五欲是苦。啊，所以在物质生活上呢，啊，宁愿减少，像释迦牟尼佛他们这个大团体，啊，1255人，日中一时，啊，三衣一钵。比颜回还要清苦啊！颜回是单食嫖饮，啊，还居陋巷，还有一个地方住处，佛弟子没地方住，晚上住在旷野树下。这是圣人呐，啊，这是示现呐，现身说法，啊，告诉我们，这个东西要舍弃，啊，决定不能有一丝毫贪念，舍得那么干净，啊，我们后学。看到佛菩萨这个事情，啊，他那个标准我们做不到，但是你一定要记住，要减少到最低的标准，啊，就是饮食起居够用了，这样就好。处处要想到给社会大众啊做个好样子，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这样就好啊。啊，无欲功德。灭坏心呐，无欲对功德是灭坏心，有无欲功德就没有了。这个道理要懂啊，福德有，功德没有了啊！你有贪嗔痴，哪里有功德呢？幕后这一句是劝我们，这天古劝人，如应爱要真实法。啊，无欲要知道它不真实，它是无常的。你看前面讲，如水泡沫，如梦幻泡影。啊，一定要认识清楚，
你才真正肯放下，这一放下就能入佛门了。这个放不下了，无论怎么样修，始终你入不了佛门啊。入佛门《金刚经》上有标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你才能入门呐。那入门是什么地位呢？在《华严经》上，初信位的菩萨就入门了。啊，小乘须陀洹，初果，啊，在入门。那我们现在有没有入门呢？没入门呢。虽没有入门，我们向着这个门呢去接近，一步一步的去靠近它。这个在小乘叫初果相，你的方向目标正确，我真的在干啊，我天天在放，一点一点的放啊，能有个三年五载啊，十年二十年，真的放下了啊。我初学佛的时候啊，实在讲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啊。啊，张家大师教我放下。啊，还给我限定时间六年。啊，头一天呢叫我看得破放得下，叫我六个字，你好好就做六年。啊，那个六到第六年放的什么样呢？只有一床铺盖，两套换洗衣服，其他的一无所有了。哎，出家的缘成熟了，啊，身上真是一文不名。啊，从台中到灵济寺出家，啊，灵济寺常住，给我买一张车票，啊，从台中到灵济寺的车圆山车站，啊，那个车站就在庙门口，啊，真的有感应的。啊，所以出家之后，刚出家供养不多啊，很少啊。别人要供养我，我跟他说我不要钱，你要什么？我要经书，他就给我买书。啊，所以我的书就很多了，啊，都是同学他们替我买了送给我。啊，我在香港买了不少，啊，智开法师帮我的忙，啊，我给他写信，我需要什么，哎，他就替我收集，啊，寄到台湾，啊，很难得，我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寄给他，他对我很放心，那个时候没见过面，不认识，啊，他能相信我，啊，我也相信他。啊，所以书寄给我了，啊，通知我这部书多少钱？有人供养，我就告诉他，我这书收到了，缺多少钱？你们替我寄过去。求学的那些年呢，啊，这种生活大概过了将近十年了，啊，十年之后，啊，真的，这个讲经。佛宝现前了，啊，
这个供养多了啊，多了怎么样呢？多了印经，学印光法师啊，印光法师所收四众弟子的供养，他在苏州报国寺搞了一个弘法社啊，就是佛经流通处，他自己买了机器，这个印刷开了个小印刷厂啊，来流通法宝啊，这经论善书啊，啊，可以说是近代善本书，就是它校对的很精确，很少有错字，版排的好，字也很大，啊，让你看到时候，一般不需要戴眼镜都能看，啊，印足一生呢。专门做这一桩事情啊，那么社会上常常也有灾难，水灾、旱灾。老和尚知道之后啊，也都称出援手啊。钱从哪里来呢？钱从印经的款项，拨出一部分来救灾。他给我们的示现，学习转一门深入，修行转一句佛号念到底啊！啊，事业也转，十方供养通通印经。啊，那我们细心去想一想，所有一切善事印经最善啊，为什么呢？没有弊病，纵然这个书人家拿去卖去了，卖也好嘛啊，人家买的人他就看嘛，印书的目的就是希望别人要看嘛啊，那个看的人他会得利益啊，所以这是好事情啊。那些有经济上有困难的人，他在这里请了几本书拿出去买，等于说我们在金钱上帮助他们，都是好事啊。他替我们把这个书就销出去啊，我们是赠送的，没有一样不是好事啊！我们的书有地方要卖，有很多人告诉我，法师，你们这个书赠送的，怎么我外面有人卖啊？好事情啊！他替我赠送，人家给他一点报酬，有什么不好呢？啊！所以我们的心量啊，要多开。不要斤斤计较啊，这些啊，越施越多啊。最初我们印经，我第一次印的经是《安思全书》，那是印了1000册精装本，印得很庄严，非常欢喜。啊，第二次印经呢，就是华严经。那是我在台北讲华严。啊，讲华严的时候，我们的经本是用台中李老师讲堂里用的经本。啊，他的经本12册，大字，啊，16开的，字很大。啊，那我把它缩小了。缩成袖珍本，口袋可以装的，
啊，那成本就低很多啊，啊，照相影印，一本呢，那时候台湾钱2块钱，啊，华严经一套12本，啊，12本24块钱一套啊，啊，我们最初是印1000套啊，啊，小本修真，啊，字也很好看。大概就是一般呢，我们现在讲的3号字啊，所以看得也很清楚，携带也很方便啊。在那个时候，我们自己用钱很节省啊，用2块钱，想一想，这2块钱可不可以不用？要不用的话，就印一本经书了。没想到啊，现在居然我们可以印大藏经来给人结缘啊，越施越多啊，越多越施啊，啊，不要有丝毫疑虑啊，怀疑顾虑用不着啊，那是烦恼，那是习气啊，通通把它断掉。啊，普遍跟大家结缘。现在我们的大藏经，我们的华严经，不但在佛门里面普遍结缘，其他宗教我们也送。啊，有很多宗教，他们有图书馆，他们愿意收藏，我们通通都送。啊，像我们送过印度尼西亚，第一次。是送佛教道场，送了60套大藏经。啊，第二次呢，他们宗教部问我要200套。啊，那他送所有宗教，跟学校图书馆。啊，我们送了200套啊。啊，所以我们要爱要真实法。真实法在华严经里面，什么是真实？我想同学们都应该很清楚了，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叫真实法啊，因为你放下执着，你就证阿罗汉果了。放下分别呢，你是菩萨了；放下妄想，你就成佛了。你本来是佛，这是真实法啊！所以我非常感激张教大师啊，第一天见面他就把真实法告诉我了啊，但那个时候不晓得是真实法啊，你看他教我。看破放下布施啊，56年前呢，56年在华严经看，这真实法了啊。我们学华严经，如果这三样没有放下，华严经是世间法。啊，我们讲啊，人天佛法，不是出世间法。如果执着放下了，这个华严经是出世间法了。啊，但是怎么样？没出世法界，出了6道了。啊，必须是把分别也放下了。那就是出了3界了啊，出了18界了，这个要懂得啊，放下执着，对人对事对物不再执着啊，真的没有执着，
这个执着是从心里面放下。那如果你办事啊，你是这个身上有职务啊，有执事，你执事要不要做？要做啊，很认真负责去做。但是心里面干干净净，这是功夫啊！啊，外面做事情有执着，有分别，有执着，心里没有啊。那么你这样子做事的时候，就是我们一般人讲大公无私。你办事只生智慧呀，不生烦恼。烦恼从哪的？烦恼从执着来的。你有执着，生烦恼，不生智慧；没有执着，生智慧，不生烦恼。啊，所以你办事的时候，样样圆满。你办事没有一个不尊敬的，啊，别人不比不上的。你有定慧。啊，凡夫哪来的定慧呢？这不相同啊！啊，所以像观世音菩萨讲的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他能现过往身。啊，世尊在世，我们知道经上讲的十六大国王，释迦牟尼佛的在家弟子都是菩萨化身的，那护法的，那不是凡夫啊，但是他视线是凡夫啊。还有居士长者啊，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了，哎，外表有执着，里面没有执着，外面有分别，跟人往来有分别，自己实在没分别。释迦牟尼佛一生不就是这种实现吗？啊，所以天天讲经说法，说而无说，无说而说。啊，天天表演，做样子给大家看。那做样子不也分别执着吗？是的，那里头没有，坐而无坐，无坐而坐。你看他多清净，所以他没有障碍呀、啊，啊，离世无碍呀、啊，世事无碍。啊，这个才是世间人所讲的究竟圆满幸福的人生，谁有菩萨才能做到。最低限度阿罗汉啊，幸福美满的人生呢、啊。啊，所以学佛要从这上学。这一部华严经说的什么？全是说的自己的事情啊，没说别人事情，全是自己。我们自己真的明白了，醒悟过来了，你自然是爱要真实法啊。这个爱要里头不是贪爱，没有贪心啊，是自信里面的信德自然流露啊。再看下面一首偈，三十三天闻此音，悉供来生善法堂，第十为说微妙法了，咸令顺吉除贪爱。那前面是天古所说的啊，三十三天就是忉利天里面的大众。
啊，释迦还因是33天的天主，我们中国人称他为玉皇大帝。啊，那天上这些人民，哎，听到这个天鼓说法，哎，通通都到善法堂了。啊，善法堂是释迦还因教化大众的讲堂，这个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忉利天的社会跟我们人间的社会，跟恶鬼道的社会大致啊都相同啊，忉利天底下也有很多部门呢、啊，也有很多官员呢、啊，所以天兵天将啊，啊有他的部署，有人民。啊，所以升天，升到忉利天的，升到忉利天也有等级。你到忉利天是做官，啊，还是做人，啊，一般人民，人民里面也有富贵，不一样，因为每个人也不相同。啊，有大富大贵，忉利天上也有贫穷的。那贫穷当然比我们这个世间福报大啊，比我们人间大富大贵的还不如啊，他们那个贫穷的大概是我们人世间所小康之家啊，他有德行啊，没有德行呢不能升天，稍稍有一点放逸，天鼓自然就给他们说法啊，他们听了之后警觉心提起来了，到善法堂听天主说法啊。在这里我们看到天主用什么来统治他的人民啊？这天上的人民啊，用教化了。天主天天给大家说法了。啊，并不是一天到晚在颁布什么政策命令啊，啊，不是搞这个，啊，法律不是搞这个，啊，回过头来再看看我们中国古代的帝王，从汉朝起，宫廷里面。就时常离情儒释道这三家的大德在宫廷里面教学，帝王带着他的嫔妃文武大臣在听课啊，那、啊、有时候帝王高兴他也讲啊，啊，但是他讲的少啊，总是邀请啊这些专家学者啊来讲的多啊，古时候这是这样的
那么在史书里面记载呀，记载的最甚的啊，好像这个宫廷里面讲学最兴旺的是清朝啊，清朝这个康熙、雍正、乾隆这个三朝可以说是鼎盛的时期。那我们看到宫廷里面讲学那些讲义啊，这讲义留下来了，编在《四库全书》里面啊，《四库会要》里头也有，所以我们看到宫廷里面那个时候蒋经用的讲义啊，大家都在学习啊。皇帝没有不喜欢读书的，哪一个皇帝不喜欢读书？不喜欢呢？李勤这些专家学者到宫廷里面来讲学，那个朝代就差不多快亡了。啊，那么清朝这个制度，到慈禧太后不要了。大概他不太喜欢听啊，特别是无量寿经啊，听了无量寿经可能说了他很多毛病啊，听了不高兴了啊，算了不要讲了啊，以后怎么搞迷信，家祭复乱啊，宫廷里面有什么国家重大的事情请神仙来指示，这是张家大师告诉我的啊，清朝亡国在复乱，不听别人的话，听神仙的话，这是迷信的啊，所以中国自古以来确实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从谁做起呢？从皇上做起，所以一人兴邦啊，这一人就是国家领导人啊，我们从皇帝里看起尧舜啊，禹汤文武周公你看看通是圣人啊，中国人讲圣人讲神人是一个意思，古时候是一个意思，对于宇宙人生一切事理通达明了啊，他不迷惑 啊，而且没有一个不好学啊，所以建立一个王朝他能够享国几百年啊，最长的是周朝八百年啊，汉朝四百年啊，为什么呢？家教好啊，皇帝选的继承人接受全国
最好的老师来教他，来辅导他。啊，皇子，这个他有优先权的，我们讲特权的，什么权利？受教育的权利。啊，皇上有这个权利，啊，厘清全国第一流的道德学问，啊，最好的老师请来教太子。啊，随着继承人能够继承先王的德业，能够遵守啊先王的这些规矩成规，遵守老师的教诲，勤政爱民，这个社会长治久安呐！啊，靠教育啊！五千年来都靠教育。啊，满清入关，统治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满清入关的军队是20万，不多啊。啊，20万兵队军队是在中国各个地方一分布就没有了，看不见了。啊，靠什么统治？靠教育，儒释道三家。啊，唐玄宗著《孝经》，这个注解流传到现在。啊，所以你看帝王当中啊，他有著书立说，啊，由上讲台教学的，啊，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第十天啊，就是玉皇大帝常常在善法堂讲学啊，那么在佛经里面我们看到第十天也常常离情菩萨到那个地方去教学啊，所以菩萨罗汉啊，那我们还想到一定是多元文化嘛，还有很多神仙哎，都被邀请到善法堂啊去讲经教学啊。这个要懂，我们看到这些要知道，所以家庭也是如此，有家教啊，啊，社团里面团体也是如此，啊，你开个店，啊，像现在的公司很大，啊，老板也常常邀请专家学者的时候对员工讲话啊，这个时间越多越好啊，尤其现在可以利用啊这些科学工具啊，电视网络啊，这个光碟的教学啊，有实验的每天早晨上班，前面半个小时听课，啊，听半个小时课，然后个人回到个人工作岗位去工作。啊，我知道，在国外、国内，有少数的公司老板呢，真的这样办。啊，他叫员工听什么呢？听《弟子规》。
将来我们对于儒释道真正认识清楚了，知道那些典籍里面有宝啊，不是迷信啊，将来再恢复儒释道三家的教诲啊，这个三家教诲是我们中国五千年的根本。不可以把它看作宗教迷信啊！现在确实是有一部分变成宗教迷信的，我们要看清楚，那不是它的本质啊！道家的老子、庄子，大学里就开课啊，大学里面可以开课，为什么对人民不能开口啊？无量寿经，我去年访问英国剑桥大学，剑桥大学博士班有学生以无量寿经写论文啊，博士论文是《无量寿经》的研究啊，能在博士班里面开课，为什么不可以对人民演讲啊？尤其是十善业道，十善业道在佛法里面就相当于儒家的《弟子规》。是入门，是基本的啊，是一个普及化的教材，人人都应当学啊。你看他这个十条啊，不杀生要不要学？不偷盗要不要学啊？这是在家社会大众，不邪淫要不要学？不妄语，不两舌，两舌是挑拨是非啊，不绮语，其实花言巧语骗人，不倭寇，倭寇是说话粗鲁啊，让人家听得难受啊，不贪不吃不嗔要不要学？你说这个好啊，应该要学，为什么学校里面拒绝这个课程啊？是不是要让学生啊学习杀盗淫妄，学妄语两舌，是不是要学这个？学贪嗔痴，是不是学这个东西？真的，现在电视网络都叫人学识恶啊，不是学识善。识恶呢不禁止，识善禁止，这个社会还会有前途吗？这个世界还能好吗？梁漱溟先生说过这个话，在他晚年常常感叹着，这世界还能好吗？我在马来西亚遇到马哈蒂长老，他也问了我这一句，这个世界还能和平吗？答案是肯定的，
教学就会变好了。啊，所以一切还是要把教育办好。啊，记住老祖宗的一句话：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那现在这个学校也很多啊。啊，但是它不是教伦理，不是教道德，不是教因果。这问题就来了。啊，他教什么呢？确实，教的是暴力、色情、杀盗淫妄。你说多可怕？啊，人真正懂得伦理，伦理是讲人与人的关系，道德，道德里面讲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啊，习性跟本性的关系，啊，因果。儒家讲的不少啊，《易经》里面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是因果啊！啊，道家讲的：“善恶报应，如影随形。”啊，真正懂得因果的道理与事实，人不敢做坏事。受过伦理道德的教育，人不愿意做坏事。啊，所以这个三样教育，伦理、道德、因果，维系中国5000年的长治久安，现在的社会动乱，是我们想到老祖宗啊，这三宝啊，这三宝真能救世啊！啊，这个三宝就是伦理、道德、因果。啊，那么在中国古代先王的设施，唯恐你忘掉了，哎，也是个天库，让你时时刻刻警觉到啊，硬体的设施啊，那就是祠堂。祠堂是伦理啊，文庙，文庙就是孔庙，象征着道德；城隍庙象征因果。你看，在过去每一个城市一定有文庙、有城隍庙、有祠堂啊，就这个东西就是天国啊，啊，让你看到了、听到了，你就会想到。不是迷信的，它是教学 啊，尤其是佛教寺庙啊，佛教的寺庙是教学的机构啊，直接归皇帝管的。所以中国从汉朝以后啊，这个汉明帝以后啊，中国是这个教化大众啊，两套教育啊，第一套是汉武帝选择的孔孟教学啊，
让全国人民都学习。啊，到汉明帝的时候，佛教到中国来了。啊，皇上带头。啊，来推动。所以佛教这个传播就比儒家来得快，来得兴旺。这个有道理啊。啊，那么佛教教育教的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现在学华严大家都晓得了。啊，华严经讲什么？啊，讲伦理，讲道德，讲因果，还讲哲学，还讲科学。啊，我们现在看经典的时候，这五项五个科目。啊，一切佛经里面呢，到处都是讲这五样。啊，讲的有浅有深。啊，讲到深的地方，超过现代的这个科学。跟哲学，啊，现在科学哲学还没讲到，佛经上讲到了，啊，我们看到佛经上的科学，比如讲宇宙的起源，啊，这个万物之由来，比现代科学讲得好啊！啊，让我们听到说心服口服。啊，科学家讲的那套，我们听了还摇头又怀疑。啊，比如他们说宇宙是大爆炸，从大爆炸发生的。啊，那大爆炸之前是什么样子？啊，爆炸之后，它现在不断的在膨胀，啊，宇宙不断在膨胀。从膨胀这个现象的时候呢，推想到的时候，一定是爆炸的。啊，这是人在推想啊，没有看到啊。那佛教给我们，只要你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宇宙真相。你就见到了，那不是推想啊，啊，你就见到事实真相了。啊，现在科学也很不错，啊，居然发现物质不是真的，啊，物质现象，啊，他们讲法物质现象观察的时候从哪来的？无中生有，那无中怎么会生有呢？啊，这个无是属于能量，啊，科学名词叫场，啊，像爱因斯坦他们讲的时候，他只是承认宇宙之间有场存在，除场之外，其他什么都没有。常是能量啊，能量在某一种状况之下，它会变成物质啊，物质怎么来的啊？而物质现象呢，它存在的时间很短。啊，总是万分之一秒的，非常之短。啊，那我们看到这物质现象呢，是一种相续相。啊，真正物质的生灭你看不到，你看到了相续相，像我看电影，荧幕上的画面一样，是生灭相。啊，不是真相。这是科学家近代才发现啊，
这个说法比大爆炸容易令人呢幸福啊，但是还不圆满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现象呢？啊，这个现象太奇妙了啊！你比如人，人这个身体，身体的构造怎么这么完美？啊，细心在观察，所有动物的构造差不多都相同啊，都是有两个眼睛，两个耳朵，一个鼻子，一张嘴巴啊，有四肢，有身体啊，里面有五脏六腑啊，人是这样，动物也是这样的啊，再小的动物它都有具备，这是怎么回事情？科学没法子解释啊，啊，所以没法子解释，大家认为说这上帝造的，啊，上帝造他的模样，造人，上帝是不是也照他的模样造所有动物？啊，而佛法里面的时候说的妙啊，六祖说。何其自信啊，本自具足，你看八个字就给你解答了啊，这是自信里的本来具足，是性的，没有理由的，本来就是这样的啊。所以佛法讲因缘生，只要缘成熟，它自然就现出来。所以第十天呢，为说微妙法了啊，第十确实做到了君亲师这三个字啊，啊，君是领导啊，带头领导把你带向就近圆满幸福的人生大道啊，啊，这是领导啊。亲就像父母照顾儿女一样，无微不至啊，啊，师是老师，天天给你说妙法了，我们小时候啊，听父母的教诲啊，最多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吃完饭的时候啊，吃完饭之后啊，没有离开饭桌，为什么？这个时候大家都在，哎，一家人团聚，没有一个缺席的啊，都在。老人给你讲做人的道理啊，做事的原则，也常常讲这些伦理道德的故事给你听啊。我母亲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很会讲故事啊。那么这些故事的内容都是伦理道德因果啊，这从小就受这个熏陶啊啊！现在父母不讲了啊，小孩也不听了，现在谁代替了呢？你家里的电视、电脑，他代替了啊！所以现在这个年轻人，他们受的教育是电视的教育、电脑的教育。啊，所以他跟父母没什么感情啊。父母要是天天讲、天天教，这个感情深厚啊。啊，你都不接触他，啊，吃完饭个人搞个人的，
啊，甚至于工作忙碌的时候，见面机会都少。啊，这个父子关系如何能建立？这个道理要懂啊。后面这一句，这是第十说法总纲领、总的原则、总的题目，贤令顺吉出坛开啊。吉是一心，是发心，啊，虽然三十三天还没有真正的禅定，啊，但是天人的心比我们要善良，为什么呢？升天的条件是上品是善，啊，没有上品是善呢，你不能升天呢。啊，升天不是说我信天主，我天天拜天主，你就能升天，不是。啊，所以这个佛法讲的让我们心服口服啊，佛法讲六道业因，什么样的原因你升天，十善四无量心啊，十善要修到上品的，那像打分数一样，上品大概80分以上啊，中品的是人道，那人道至少也要打个60分啊，50-60分之中品，你才能得人生呢。啊，那下品十善呢，往往的时候在畜生道、恶鬼道里面有福报享福。这些都要懂啊。那我们要不修十善业啊，十善业修得不及格，来生就堕落了啊。要想升天，十善要好啊，还得修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啊，这个是升天的标准。你跟玉皇大帝认不认识没有关系，啊，你拜不拜他也没有关系，啊，只要你具备这个条件，自然就来了。这个说的有道理啊，啊，如果说是一定要信上帝才能够升天，那不信的人做再多的好事，再高的德行与天道的每一分讲不通啊。啊，所以这佛法说的合情合理合法，只要认真断恶修善积功累德，这就是天人。所以除贪爱，贪爱是烦恼，实际上桃李天天主还是有贪嗔痴慢，淡了啊，不像我们世间呢这么严重啊，他很淡薄
啊，欲界六层天，越往上面去越淡薄。啊，到色界天呢，这五种欲的时候，就是财色名食睡呀，就没有了，并不是断了，是定功扶助，虽有不起作用。啊，所以也叫断，是扶断，不是灭断。啊，定功要失掉的话，它有起现行。啊，入定的时候，不起作用。所以出定的时候呢，哎，它又起作用，又起来了。啊，所以起来很淡，并不很严重。啊，所以要除贪爱，你才能够得一心。至心一处啊，无私不办呐。普贤菩萨教给我们有两句话说得很好：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我们要能把它用在日常生活上。啊，修什么？修自己的清净心，即就是清净心，啊，就是一心。就是法性啊，与法性呢相应啊，这是个总原则我们见到众生不善随顺不要放在心上更不可以批评放在心上是自己生烦恼你心不清净你常常记得很多人的不善我们常讲啊，你把你自己的良心善心变成别人的垃圾桶别人所有不善装在自己心里面你的心不就变成垃圾桶吗这是什么人呢？愚人，这不是个聪明人啊！所以不要放在心上，更不可以放在口上啊！你放在口上，你批评人，人家能接受吗？啊，不能接受，他就记恨在心。那好，你跟人结了冤仇了，冤冤相报。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就这么个原因呢、啊、我们看到学佛同学当中很多有冤亲债主附身的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原因啊，这一生跟人结的冤仇过去生续世给众生结的冤仇因缘遇会他就来找你麻烦了啊，所谓是欠命的要还命欠债的要还钱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啊，何必那么样的愚痴给众生结这些不善的缘呢？啊，菩萨教给我们恒顺，永远随顺。如果遇到众生呢，做善，嗯，心行都好，啊，利益众生，利益社会。我们就随喜，啊，随喜功德，啊，要懂得随喜，啊，帮助他，成就他。自己没有力量帮助呢，啊，赞他，啊，给他宣扬，赞他，这个都是
随喜，啊，有力量，全心全力帮助他。啊，随喜的功德，跟那个修集功德人功德是一样的，这个就要懂得。譬如，他是一支蜡烛点亮了。亮光，啊，这他在行善呢。我们随喜的人呢，就好像拿到我们的烛光啊，借他这个光点燃了。我们点燃这个光，跟他的光是一样的，他没有损失，啊，他并没有损失，我们得到的跟他是圆满的，这个道理要懂，哎，你才肯帮助别人。乐于帮助别人，啊，帮助他，以后他变直了，也不要去管他。个人因果，个人承担。啊，纵然是你被他欺骗了，啊，欺骗的时候，个人功德还是个人承担。这个事情不是。我们在前面讲了无善陀罗的故事啊，这是佛在经上说的。啊，那个女孩子是个财主啊，被五个出家人欺骗。啊，出家人在他面前故意装成一个修行好修行人的样子，啊，感动了他。啊，他拿出他自己一切这个钱财给他们修庙建道场。啊，而实际上这些出家人是用欺骗手段，啊，钱得到手了，道场建好了，吃喝玩乐，不正修行，啊，以后怎么样？这个施主他是真心修福，也没有怀疑啊，这五个人欺骗他，对五个出家人非常尊重，他果报升天了。他就享天福了。这五个比丘欺骗债主的人堕地狱啊，那不知道经过多长的时间啊，这个女孩子天福享完了到人间啊，享完她还有余福啊，到人间来投胎做了皇后啊，渔夫啊，那么那个五个比丘呢，地狱里罪受满了，嗯，也到人间来了，又碰到了啊，这五个人什么人呢？是替皇后啊抬轿子的轿夫啊，也非常听话，这是还债的吧，啊，叫无善陀罗啊，佛说出这个前因后果啊，他们来还债的啊，地狱罪报受完之后啊来还债，你看这因果报应丝毫不差了啊，各有各的承担，所以不要怕人骗，你看他经常讲这就不把人欺骗了，那只要我们诚心诚意做功德就是圆满的啊，怕这样怕那样的时候，自己修集功德的缘机会呀，往往就失掉了啊，所以一丝毫的顾虑都没有，诚心诚意去做，你得圆满功德啊，那我们念佛求生净土，以这个功德通通回向净土，不求人天福报啊，通通作为将来往生的增上缘，这就完全正确了。
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当学习接受别人批评啊，人家批评绝不反驳，不论是善意的是恶意的啊，或者是造谣生事，我们听到之后好好想想有没有，有改过自新，感谢他提醒，没有呢也感谢他提醒，我不能造这些恶事啊，所谓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总而言之呢，常常保持自己的清净心啊，这样就对了，你才能回归到性德啊。就古德说了一句话了，昨天跟诸位也说过，但说了一半啊，他后头还有首记。古德说：“九九纯纯熟。”啊，这要练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不断的去学习啊，因为我们烦恼习气很重，一下改不过来啊，要久久纯纯，久久是时间，纯纯是不夹杂，就是不可以怀疑，不要忧虑，慢慢功夫就熟了，熟了之后自然内外打成一片了，那就是机，你就随顺清净寂灭了，你清净心现前了，这个境界呢是如哑子得梦，只需自知。哑巴做梦他自己很清楚，他说不出来，哎，这个比喻什么见性啊。啊，那我们有个简单的解释，除去一切情志计较千差万别的事物啊，这就执着啊，计较就是分别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一切人事物都是斤斤计较，都在那里分别执着，错了，你的功夫不能成片，你要把这个东西去掉，功夫才能成片，功夫成片，往生就有把握啊。后面有首偈子，这个偈子好，是非好恶打成一片，夜夜念来更无意见。你这个意思很好啊，是很好，非也很好，好也好，恶也好，就成一片了。哎，这不愚痴啊，这是你的功夫到家了啊。不管什么境界现前，你没有意见啊。那我们没有到不了这个功夫，不管什么东西现前呢，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啊。念佛的人呢，这后头四个字就改成阿弥陀佛。是非好恶打成一片，夜夜念来阿弥陀佛。他怎么会不往生呢？肯定往生，而且往生的品位会很高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明了。所有一切境界不是真的，全是假的啊！记住《金刚经》上的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才真正能放下啊！你真正就变成什么看戏的人一样啊！你看的这个舞台，舞台就是宇宙，整个宇宙是个舞台。你看千变万化啊，这个千变万化是什么呢？唯心所现，唯识所变
这个就是什么？这是诸佛菩萨他们所看的啊，《法华经》上讲啊，入佛之见，我们能这样看，就入佛之见，佛就是这看法，菩萨就是看法。啊，森罗万象啊，无动于衷啊。啊，于一切境界里面，不取不舍。啊，不取绝不执着。啊，不舍也不要说，哎，我要离开他就这个，你离不开的，那是假的，你何必离开他呢？这样，不取不舍。哎，这叫真正没有染著啊！啊，所以这个是诸法实相。第十天也是虔诚的佛教徒啊，刚才说过经典上记载的，他常常礼请啊佛菩萨到善法堂讲经说法。自己接受教育，也让天众，这个天上大众通通接受圣贤教诲啊，所以中国历代古圣先王他们懂得这个道理，他们也很认真的礼请啊，我们现在讲啊，专家学者，啊，在从前讲的是圣贤君子，啊，有道德、有学问、德行的人，到宫廷里面去讲学。现在在我们这个时代，我常常讲，两种人可以救世间，也可以毁灭世界啊。第一种人就是帝王啊，国家领导人啊，他要提倡伦理道德因果教育，这个世间就救了啊。他要是不提倡这个啊，那像现在全世界我们看到的提倡什么呢？提倡经济，提倡繁荣，经济的繁荣，这是什么？这是利呀！啊，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一开口就讲利啊。现在人讲利，这个利达到保护点了，所以灾难多了啊，利怎么样呢？人之必争，人人都争利，父子也争利，孝慈没有了，兄弟争利，夫妻争利，伦常道德完全没有了，连因果他不相信了啊！纵然争道了。争到最后结果什么呢？结果都是阿鼻地狱。你说多可怜啊！心行都不善呐、啊！那么第二种人呢，叫媒体的主持人啊，因为现在电脑电视啊，也普遍到每一个人的生活了。日常生活了，你离不开了。那么这个东西天天在教啊，他播出去的内容如果是善的，如果是伦理道德的，那就是救世啊，拯救世界。如果要是随顺这个工商的利益，
啊，工商为了宣传，宣传他们的利益，所以要插许多这些广告进去，甚至还有很多这个色情的广告。那么这个样子啊，社会的动乱就永远不会终止了，啊，必定有一天世界毁灭了。啊，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电视、网络造成的，所以这很可怕。啊，那我们懂得这个道理，如果真正有这个菩萨应世来的，啊，他不是帝王身份，他如果是有财富，拥有财富，他可以用电视，啊，自己设一个电视台，自己有频道，礼请专家学者，天天在这个节目里面，啊，讲伦理，讲道德，讲因果，啊，那他就是现在的救世主了。这个功德大了，这种机会也只有现在有。你说印光大师那个时候就没有，除了印经书之外，没有第二个办法。啊，如果印光大师生在今天，那我相信他肯定是搞这个电视广播台，啊，一定是离情这个大德们。在家出家大德了，来讲经说法，啊，可以做到啊，24小时不中断呐，啊，那有没有人听呢？我们现在可以说肯定的说，听的人不少，啊，那我们看看我们这个这几年，啊。华藏电视台，啊，这是一个居士发心的，他私人做的，啊，里面播放的内容呢，多半都是我这些年讲经，啊，留下来的这些录音带，啊，他是从2003年元旦开播的。到今年5年了，啊，5年这个电视啊，并没有化缘，也没有去募捐，居然能够啊活得下去，那就说明喜欢看这个节目的人还是很多，啊，他把他的银行存款的这个号码也在这个电视荧幕上显示，就有人去捐助给他，他就能维持，啊，这就说明不需要靠广告，啊，不需要被别人控制，啊，你能够24小时就播讲你的你所希望别人能够听到接受的这些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这个是大好事情啊！啊，希望这个世间呢，有这种认知的觉悟的人越多越好，这样的电视台啊也越多越好，啊，那么我们如果有这个机缘，要培养好的老师，啊，所以说我常常在想啊，能有10个志同道合的，大家在一起修学，每一个人专攻一部经，啊，专攻一部经呢，3年。他就会讲得很好，
啊，就可以录像啊，来播放。啊，3年专攻一部，戒行相应，啊，那就是个老师。3年之后，每个老师带10个人。就有100个老师了，哎，有100个老师天天在这个电视网络上啊讲这个伦理道德因果，这个世界就有救了啊。这是我们能想到的，我们也很认真努力啊，朝着这个方向啊在做啊。等到做到真有成绩出来了，必然有许许多多人感应回头了啊，甚至于国家电视台也要来播放啊，那个影响力就太大了。所以世界和平可以落实啊，我不悲观，我觉得这个世界有前途，这个世界会好啊。因为利用现在这种远程教学的高科技的方式可以做得到，如果没有这个工具那就很难，太难太难啊。所以有这个工具要好好的利用它，这个工具可以毁灭世界还可以救世界。那毁灭跟救世的权操纵在自己，不操纵在别人手上啊。所以这是我们真的认真努力啊，来走来过走这一条究竟圆满幸福的人生大道啊。现在时间快到了，后面还有一首偈啊，还有一首偈跟我们留到底下一个小时再来休息。